谁会是黑白切什么嘴边肉？很少。小吃店三宝是什么？卤蛋、豆干、海带。不是黑白切。海带是一定会拿的啦，真的啦。你拿卤蛋，你们跟我聊什么你啊？你跟你不要帮那个间谍啦。他写个卤蛋跟我们聊。今天晚上8点，请锁定东森超市33频道《王牌叠对叠》。